讲真答嘛，不要有讲真答。多吃一个面包。我们四季的阿公妈妈还有我们的小朋友，在台风来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遭遇过停电？有没有？这些能源，如果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发电，
减少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成本，进而让自己的家乡的生活安全得到保障，这样大家要不要？要。可是我们这些大人很笨，我们这些大人呢，老是想要从很远的地方买汽油、买煤炭来烧，那我们却忘了孩子们知道我们家旁边的四重溪就可以发电。那大家可以知道说，四季的水利能源在台风来的时候发电，可以帮助我们做哪些事？请举手。哎，还是你好了，来，妹妹请上台。不要吹电风扇，不要吹，不要吹，那是乱丢垃圾。
你们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最后一支影片，你们知道你们部落主席叫什么名字？部落主席叫什么名字？OK， 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